身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将进行马克操的部分。马克操我们接下来会有十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前高抬腿，第二个动作是外高抬腿，第三个动作是内高抬腿，第四个动作是垫步抬腿，第五个动作垫步踢腿，第六个动作三步一抬腿，第七个动作是二分之一抬腿加速跑，第八个动作四分之一抬腿加速跑，第九个动作小碎步加速跑，第十个动作跨步跑。以上十个动作呢，我们会请同学做动作的示范跟说明。好，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每一个动作的讲解。第一个动作是前高抬腿，那我们请到同学来做动作的示范。OK， 先慢的。而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尽量手抬高的时候，我们尽量我们的腿是往我们的手部来做一个踢的动作，好，向上延伸。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动作要伸展的是我们后大腿一个深层的一些肌群。好，我们在做的时候尽量我们的身体不要向下弯，好，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办法达成说我们后大腿一些深层肌群的一个伸展。好，我们尽量的做一个标准的，是由下往上啊，由下往上啊，做一个踢的动作。好，谢谢。而这个动作一样，我们尽量就是在做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尽量保持我们身体一个动作的平衡。来，第二个动作是向外高抬腿。那像刚刚的动作一样，好，我们是由内往外做一个画圆的动作。还一样。好，像刚刚一样，好，不管是高抬腿往内或往外，我们都是尽量保持我们一个上半身动作的一个平衡，而不会是说我们在进行每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身体做在维持平衡的时候，没办法维持平衡的时候，就会做一个扭动，或者是没办法支撑我们一个身体。在这个动作的同时，我们由内往外的时候，可以伸展到我们一些内侧肌群。好，接下来第三个动作是内高抬腿动作。好，我们踢腿的时候是由外往内，啊，这个时候一样，我们在往由外往内的时候，就可以伸展到我们腿部外侧的一些肌群。好，尽可能的，我们把动作稍微放大一点点。来，第四个动作，垫步抬腿，慢的。好，停，上来。来，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由下往上的时候，尽量做每一个关节，要注意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跟我们的髋关节，做一个锁的动作，也就是夹。我们的脚尖、脚板要朝上，好，我们的膝盖往内缩，我们的髋关节往上抬，好，起码这个动作，我们基本上，我希望我们尽量把我们的膝盖可以高出我们的腰部。刚开始不熟悉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做慢一点点，当然你在熟悉之后，我们的节奏就可以拉快。好，注意看我们同学在示范的时候，他的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都是做一个锁的动作，那尽量保持我们身体的重心是往前，而不是说在做的时候身体往后。好，身体的重心我们尽量不要做不要往后面倾，往后倾的话会造成我们腰部的一个受伤。那基本上我们在做跑的动作的时候，我们的重心都是在往前的，所以说接下来的所有接下来的十个动作的示范，我们的身体的重心都是保持在前面。好，第五个动作，垫步踢腿。好，当我们抬到一个高处的时候，我们脚做一个下抓的动作。好，下抓的动作，那一样不要忘记我们刚刚提到的三个关节的一个锁，做一个锁的动作，就是夹的动作。来，可以看到我同学在做示范的时候，他的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快的，好，身体的协调性。接下来动作是三步一抬腿，做慢的。
我们先做二分之一的小抬腿，之后做两次之后，我们第三步做一个高抬腿动作，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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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抬的时候，第三个抬腿我们就是做一个比较高的抬腿动作，好，做快。好，我们在摆手的时候，要带多带一点点力量，才有办法带动我们下半身。三，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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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好 ，OK， 刚刚一样哈、哦，我们有强调的，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还有我们的髋关节，都一样，做一个夹，做一个锁的动作。好，接下来二分之一抬腿。好，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抬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腿。我们的大腿高过我们的膝盖，最少最少都要高过我们的腰部，还 OK。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重心也没有往后倾，尽量的都把我们的重心保持在我们的前面。所谓的重心就是我们的肩膀，好，我们的腰部维持一个在一个高度，我们的肩膀维持在一个前方。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四分之一抬腿。我们抬腿的高度高过我们的膝盖就好。好，再一次，稍微慢一点点。好，在做的时候一样，我们同学在做的时候一样，他的踝关节一样，尽量的做一个，好，膝关节、踝关节，还有他的髋部、摆手、肩膀都一样，维持在一个平衡跟协调的状态。好，接下来小碎步，预备动作的时候，我们的手部哦，很放松的往下面摆，往下面摆。然后肩膀稍微放松，好，注意我们这个重点放在我们的脚板跟我们的脚踝，做一个快速的一个踏步交换步的一个动作。预备，开始。好，同学在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同学在示范的时候，他的腿部、他的脚踝是在于做一个快速的踏步动作，上半身它是一个放松的。来，再来一次。好，接下来是一个比较需要一个大力量的。好，在做的时候，我们尽量哦，在做的时候，希望我们的上半身可以一起带动我们下半身做一个跨步跑的一个动作，需要更多上半身的力量来做一个辅助跟一个协调。预备动作的时候，你可以先把你的重心往上抬，好，往前，你可以说先做一个垫脚尖的动作。好，来，预备 ，Go！ 做时候，好，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前大腿上，跟我们的上半身一起把我们的重心带上来之后，夹、跨，做一个跨跑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敏捷跟一个爆发。来，再一次。好，以上是我们十个马克操动作的示范。Thank you.